私信发地址，大哥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加油，大哥，继续开始挑战。好嘞，谢谢。来吧。继续挑战。慧敏还行啊，挺给面子啊，没炸，是吧？挺给面子。哪是我没炸呀？大哥忽悠我，大哥说你让我一把，我就让他了。我说一会儿你也让我，结果他走了。他四带二跑了是吧？大哥走了，结果就是咋说的这？说好了一起到白头，你却偷偷焗了油。对，这都说好了都，大哥，我信了你的鬼话。老哥，大榛子没上就开斗了。老铁们，榛子，我榛子我没跟你们联系。是老铁们，真的，都这榛子，你这吃的不够哈。一会儿下播我给你联系联系老铁啊。大榛子。薛阿姨也买了，薛阿姨也拍了。幸福有你，三尖儿，三尖儿吧。三八尖儿。来吧，看看，看看，出个五吧，小五一个，小八一个，八一个，嗯，扎针儿，扎针儿啊，扎针出，扎针，扎针出吧，嗯，扎针过，不要，过了，嗯，嘚儿五。我说话可能听着吗？对，对，能听见，能听见。别说，别暴露牌型啊！对，对啊，对，对，有点难是吧？这五咋还难了呢？我可难了。对，慧敏的电吗？对，我对我不要慧敏电吗？我没什么电的，大哥，我也不要。不要？嗯，要不起呀。都没对儿，你看着没有？他哥就你有对儿，就你牛逼，你出吧。是啊，就他有，就他牛，嗯、出吧。对三，对事儿，对事儿。你看，就一个小对事儿。真没有对儿啊，这牌我看看啊，一个两个三。过吧，过吧，大哥，你真没实话，真的。嗯，我真信你个鬼呀，还没有对儿，没有对儿的，对七，对七出，对七出，出，对八，对八，对八，对勾，这个对九也行，嗯，对九也行。咱老铁去开始就想让上对九，不行，要不起。我不打废他对枪，你看他挤出对来了，陈公俊。嗯，对枪出吧，对枪出吧，他二哥出吧，牛子，他二哥撒尖歪的，不知道啊，尖儿啊，我来个尖儿。二，我二冲二出，仨六飘三，过，哎呀妈，这回你们俩什么也没有了哈，这回到我出了，仨十带四，九十仨带，过没对，他没对，他全仨带，嗯。三十带个四，过球吧。仨圈带五，爆发。过。爆傻了。糖葫芦。嗯，爆傻了。哥，你二六选哥。那就是搞四个凯吧。真揍他？揍他了。那都爆杀了，
揍他四个凯出吧，剩仨也咕嘟不过你呀，剩仨对七，对七，对七要不上，咱揍的有点早了，先说对九爆杀，对勾，对勾要不起，没对儿，这是真没对儿，真没有对儿。出一个八，一个八，一个八，先把大王要。二啊，剩俩，剩俩了。嗯，下不下大王？你们俩二掰的？什么俩二掰的？我哪有俩二的？你这第一上回上的啊？二啊。不八上二，再算一个，再算一个也不行。哦，他弟弟没出来呢。对对对，知道了。嗯嗯，应该在惠民。咱让咱不炸他，让他出一把，咱就成了，打早了，是吧？他高一个，出个什么，咱们也是不行。那就王上吧。那就揍他吧。没办法了。对，那你出吧，出个十，出个十，剩仨，剩仨没走过，勾子剩一个，我也剩仨，我不要，我现在这是冠军，那你是小王呗，那就说呗，冠军这是二啊，嗯二，我是冠军，哎呀，咱不炸的，咱正成大哥，四个、啊、四带二，炸早了，对吧？对五对勾对二。完了，四凯四带二一大王，那他出一颗的话，他剩仨，出一个不还剩俩了吗？出一颗剩俩呀，剩俩他也不是对，出小对他都没要啊，出小对。喜欢点个关注哦。